台湾话连续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连续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连续接连不断。例：伊连续三摆拢考第一名。他连续三次都考第一名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